来跟我一起念杨氏家。もし5分前に戻れるなら何をしますか。私はさっきの返事もイーストしたい。どうしてあんなにそっけなくスルーしちゃったの。你要番茄酱吗？嗯，要一点。那好吃吗？给你放。走吧，我们去吃汉堡，饿死了。干杯！茉莉，哦，好好吃。しますか。もう少し優しい顔で笑おうかな。そして目が合ったらもっと笑おうかな。それならきっと初めからうまくいったのに。でも人生は奇跡の組み合わせ。一つでも違う。干杯！干！哇，好村里的这会儿太阳落山了，村里的傍晚是真的舒服。然后这会儿我在等宋老师回去换衣服，我们准备去散步，然后溜溜弯儿。今天。朋友们，没想到在主播找不到正经的东北。这个板筋你还吃吗？你要不吃的话，我就想想我想蘸一下你的醋吃。要还能五点下班？对，五点半下班。嗯。五点半下班，我估计到差不多。发现了板筋的心事了。这五点，味道真的。五点半下班，你至少要六点钟上班。你再去找。来跟我一起念杨氏家。宋老师家自己的小西红柿从冰箱里拿过来，就是冰冰甜甜酸酸甜甜冰冰甜甜。哦，这个真好吃，这个比刚才那个甜。还有一个来吃这个嘛，哎，我天天都吃呢。嗯，甜吧，是我摘的不错。